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，念佛的心是平静的，护持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，请收看菩提系列。我问你啊，你做梦之后，做梦在梦中看到老虎，那你怎么办？拿把枪去打虎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但是如果你在做梦，然后突然间知道说，哎，这是梦，哎，那你要不要拿枪打虎？不要，笨蛋，我教你修，你赶快向虎冲过去，舍身为虎，懂吗？马上修了一个大乘恨，这叫梦瑜伽，知道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有一次啊，我在南普陀啊，我说台湾南普陀睡觉，睡觉的时候我居然做梦，梦到我飞起来了，而且还怎么飞呢？飞飞飞飞飞，还看到南普陀的屋顶，哎，我这样子啊，这下棒了。我想着，那我要不要去北投我出生的地方，要不要去美国一下？我知道现在飞起来一定很快，是这样，不用搭飞机一定很快。说时迟哪时快，我的辅导主任跑来叫门了，教务主任，有事情，有事情找你，有事情找你，啪嗒，我醒来了啊，气炸，从今而后再也没办法飞了，是这吗？不然我打算靠着梦中飞他两下子，本来就这样啊。所以我们的禅宗古德为什么游戏人间啊？明明一场梦嘛，有那么严重吗？随缘就好，对不对？随缘放旷，禅宗的古德，天台的古德，当他开悟证悟之后，他都表现出这种生命的况味，哪里还来搞什么再来人？未免太放不下了。子孙自有子孙福，老子去也，去哪里？你看看慧思大师，慧思大师啊，临入灭，他那些弟子啊，在旁边，当然也是视线的啦。啊，师父，你走得太快了，我华上面站来不会拜，你还不要走？现在突然一堆人在那哭啊。慧思大师本来要死了，又醒过来，你们是在干嘛啦？然后他说，师父，你死太快了，不要找死了。他说，慧思大跟他们讲说，我现在正在跟观音菩萨讨论要到哪里去弘扬佛法，你们吵什么吵啦？是想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把它讲的比较好笑一点，其实就是律师，就是那个那传记有这么写的、啊，我没骗你，就是这样写。然后呢，他接着就是说，好了，你不要哭了，不然这样好不好？你们跟我答应，你们真的要学法华三昧忏的话，你们这十几个人，只要有一个人坚定说，我拜法华三昧忏，一定要得法华三昧，不然我拜到死。如果有人这样发愿，我就留下来，怎么样？这一讲，十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师兄你呢？不要啦，师弟你呢？结果。慧思大师想一想，啊，您家也不好，你们这些人没笑，这样啊，我还是去好了，说走就走，就这样走了。慧思大师是这样走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还要不要什么传承呢、啊？还要不要再来人呢、啊？啊，他忙得很啦，因缘结束了，这里就忘掉了啦。这里是众生，你还要再来，别地方不是众生，你就不去哦，对不对？他忙得很，随缘而去。哪里都嘛度众生，干什么要一再来？所以慧空法师曾经跟我讲，慧空法师，老一点的师父法师们早一点出家就知道嘛。他跟我怎么讲？哎呀，法上法师，我想这个好方法，让汉传佛教兴盛。我说什么方法？我们汉传佛教也要来搞一个活佛制。我说你阿达玛控古力讨个派去。他居然想得出来。我在跟他讲嘛，中国两大修行嘛，净土宗跟禅宗嘛。禅宗你看看归养禅师他怎么说，他临入灭的时候弟子怎么讲，师父你一生开悟这么伟大，请问哈、哦，你老人家往生之后要到哪里？龟山禅师说，我到山下做牛。徒弟说，阿乃安呢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师父怎么会山下做牛？果不其然，三天之后呢，山下生了一条牛。你把那条牛拉上来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条牛的腋下写了两个字"龟山"。
天台宗说的恶法门，性恶法门，哪里可以不用去？六道都是你度化的地方啊，还来投胎啊，还放不下你的庙，还放不下你的小佛佛啊，有需要这样吗？世尊的传承从来就没断过，你怕什么啊？只怕不承担。不要再感叹什么中国佛教失去很多，都没有失去啦，失去的是你的心。有没有听懂？有听懂就对了。这不是湖州的，这事实就是这样。禅宗祖师这样，天台祖师那样子，慧思大师他在解安乐横品的时候，他开宗明义就是说，安乐横品者，佛法的修，大乘佛法的修行，当生成佛的法门。天台宗首先提出当生成佛，什么密宗即生成佛，什么什么禅宗开悟，禅宗开悟当然也很好，也是当生成佛。最早说的是天台宗，他依的就是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，这就是中国佛教、汉传佛教的大承担。当生成佛，还等你再来哦？太晚了啦！在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册。《安乐行品义》里头第一章，你去查，我可不能乱讲啊！你觉得怎么样？《法华经》可不可以成养了？可不可以啊？那真的是汉传佛教的特色之所在啊！再来讲到《法华经》的修持，我刚刚不讲了吗？可以读诵受持，可以弘扬解说。意念乃至于这个赠送法华经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大乘佛法谈的，我说声闻法只谈空，对不对？刚刚讲了只谈空，那梦中的人，我拿枪去打老虎，真正知道他是梦，不用拿枪啊，干脆舍身为虎修功德啊，这就是大乘。虎意味着生死无常，拿枪意味着修空观断生死流，懂吗？啊，你明明知道生死跟涅槃本来一味啊，你要醒到哪里去啊？啊，你要打老虎打什么啊？打哪一只啊？对不对？不用打嘛。所以这个时候老虎你可以说它是空，因为梦中嘛，你可以说它是有，刚好可以让我修功德舍身为虎，所以老虎不坏呀、啊，所以诸佛再来是必然的、啊、生死流转那是因为我们贪爱生死，所以生死才有所谓流转，不然诸佛在生死当中恰恰度尽众生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从空出假，从出假，说假也不对，何以故？因为假又对空说的、啊、哪有假？假非假，空实非空，空假不可得，一切趋中，中亦不可得。我说一切法趋空，是趋不过等；我说一切法趋妙有，妙有是趋不过等；我说一切法趋中，中道实相是趋不过等。即空即假即中，说空不得，说假不得，说中不得，但又不离空假中。这就是三谛圆融的观念，静为妙假，观为空，静光双望即是中。所以静能观之观，所观之静都双望，双望。我说即是中，所以这立空有，不过是一时的假名，这样诸位了解吗？这就是天台本于法华经的实相之理所建立的三谛圆融。当然我们都知道它是出在这个中论一心三智以及中观
里头所说的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，没有错啦。包括像印顺老法师在内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人家那个龙树菩萨只不是这么解释的，天台人把它硬解释成这样。”我想这个要讨论一下。佛法的面向是多元的，只要落为语言就是单一的，所以要有创造性的诠释。中国祖师是基于《法华经》的体认、实修。跟总结，他将龙树菩萨单谈缘起性空的观念，创造性的理解到其实空而非空，入中道义。所以在般若经里头处处提到不空般若，不共般若法，这是有印证的。所以你要直取龙树菩萨一定怎么说，然后所以说原来的印度佛教才是最纯正的，那你无非免除了佛性嘛，你无非否定了佛性嘛，是不是？佛性应机广说，于一乘法中开二乘、三乘乃至五乘法，这都是从佛性根本的实相当中流露的不同解释跟应机啊。你就只容许龙树说，不容许天台智者说，诸位了解了没有？了解没有？可以这样吗？可不可以只容许 A 不容许 B 说？那这样的话，实修所显发的根本智慧你不承认哦？这样听懂没有？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更何况龙树菩萨真的只谈空观吗？不竟然，太多的文具都他谈到了实相，他谈到了妙有，太多的地方都这样谈，只是龙树菩萨的背景不容许他硬提三谛。为什么？他光谈一个空谛就遭受各方的抨击啊，外道的抨击啊，对不对？他的弟子还被暗杀，因为我跟顾维都不能恭喜罪。他要活久一点的话，他就不要说的太多，因为语言总是有漏洞的，是不是？他总是名言概念嘛，这你们学过大乘法是中观，听过他的课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都是总是名言概念，名言概念落下去就是有角度，有角度一定会被攻击。你知道太极拳最高的拳术是什么？就是没有拳术，你打过来我就自然流露，你一定倒。台湾有这种人，他已经没有拳术了。一个190多公分练太极拳30年的，一拳打下去，飞到10公尺之外，谁飞？那个190几的那个打下去的那个人飞出去，啊，那个瘦瘦弱弱那个就站在那里而已。这样了解吗？同样道理啊，你有立论，一定有破绽，实相法。不可能有破绽，所以他不能用语言思考，用概念比拟。就比如说你是瞎子，我怎么跟你讲白啊？啊，如果你是瞎子，我怎么跟你讲白？像那个羊毛的样子，你去摸一只羊，摸出来白的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啊？像雪的样子，你去摸很冷。你是瞎子，我怎么跟你说白？你从来不知道实相，我拿哪个语言描述实相啊？所以天台宗讲不思议中道实相，不思没有概念可以对比，不义没有语言可以描述，不等于它没有哦，懂吗？我问你，你看过你真祖父没有？有没有看过没有？有看过的举手，你太幸福了，我太感动了，你有没有？你看过没有？没有嘛，但是因为你没看过，所以你真祖父不存在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你的存在就证明了你真祖父存在嘛，是真的存在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说嘛，我们的无明的存在就证明了实相必然存在。你看无明多神秘啊，
能够让一个受精卵长成像我们这个样子，而且更神秘的是，同样是无名，居然长成不一样的样子，千差万别。这不就是佛性的妙用吗？这不就是佛性的妙用吗？你悟到哪儿去了？对不对？相信我，中道实相，祖师如果该说清楚，他早就说清楚了，恰恰好说清楚都错，所以他说不失意中道实相，不是没有。但很多人那种所谓的实证派，西方实证派，谁？就是咱们出家人，很多他不太懂科学，但他却又要引实证科学，然后他就说了，天台讲不思议中道，这不是什么东西，这是自己想象出来形而上的，那你的真祖父就是形而上的咯。这是一种傲慢。我问你，你无法跟瞎子描述白色是什么，然后瞎子就跟你说，斩钉截铁的说，这个世界没有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相信吗？因为他没有经验啊。只要是人，当然都是人有经验的，因为佛法在人间嘛，我们谈的是人间佛教嘛。佛出人间，听清楚，佛出人间，不以人间为限，这才叫佛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处处谈六道，处处谈九法界。你不能因为佛出人间就只说人的经验才对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里到处都是鬼啊，你相不相信？鬼比人还多嘛，对不对？他搞到现在听了也很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正在鼓掌，可是我没听到啊，对不对？你也没听到啊，那你是鬼啊？开玩笑，就说是不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佛法只谈给人听的，好像讲这样好像很高尚、很入世的样子。其实佛法本来就入世，佛法根本没有出世地方好让你去。我不说了吗？根本梦中都是假，哪有醒的事？所以既然一切都是梦，那你要躲到哪里叫出世啊？啊，当下就是。所以六祖大师怎么说？离世觅菩提，怎么样？犹如求渡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祖师早就说了嘛。所以佛法出人间，不以人间为限，同不同意啊？对，我没有否定谁，但我要告诉你更真实的事情。身为人，不能傲慢地认为一切佛法都是你经验中能理解的，那你才相信，可不可以这样？可不可以这样？那就对了，相信我，一定有不思议的东西内容。你人算什么啊？不过是六道里头，而且六道里头算是不错的啦，能修行的，是啦，没错。但是就神通妙用来说，嘿嘿，我告诉你，还比一只蚂蚁还糟嘞。蚂蚁还钻地上，它可以三个礼拜不用吃一点点食物，它不会死。你三天不吃，你就挂在那了。对不对？你甚至比一只鸟还没有神通妙用，对不对？你看刚刚来我就塞车了，我如果是鸟的话我就飞来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不要那么傲慢的认为一切佛法都是你经验能理解的。有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来，我讲个譬喻就好。我以前读成大物理系，成大物理系有一个实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，相对论有提到一个东西，他就说啊，我呢啊，我真实的身份里头，我有个双胞胎弟弟，他当牧师，哇嘞，他当牧师呢，他我当法师，他当牧师，他跟我一起踢馆，哎，然后呢，假设我是哥哥，他是弟弟，我坐一台接近光速的火箭飞出去，飞向冥王星，不，冥王星太短了，应该飞向人马星座。人马星座3000多光年，我接近光速飞过去 ，c 它不0.9c，c 是光速，0.9个c 这样飞出去。不过这是很难的，因为 m 等于 c， 那个 cmw 等于一，cm 平方等于一，
所以那能量要很高，因为能质量很低，但是 C 太大了，哦，接近 C 这样，所以很能量要很高，所以它必须用的不是现在人类用的那种能量，是用，是用那个这个融合能，甚至于用心力能量、心力的能量才可以。好，我们不谈，然后这样飞出去，飞出去之后呢，我飞出去三年，我又飞回来。注意听哦，飞出去三年回来，我的时间是三年，回来了。OK， 我的弟弟比我年轻嘛，哈，我双胞胎弟弟嘛，他生命结构应该跟我很接近才对，哈，因为他也戴眼镜，他跟我是同卵双胞胎，所以两个很接近。他早年的女朋友常常认错人，是这样，所以我平白多出很多女朋友，很困扰，是这样，当年是这样子。OK， 然后他呢？我三年飞回来，我的时间是三年，但我回来的时候，我的弟弟已经老死了，我弟弟的儿子也老死了，我弟弟的儿子的儿子，也就是他的孙子，比我还要老。古人不是有个故事吗？说入道山中三年，回到自己的故乡，一切人事全非都死光光了，有没有？哈哈，有。相对论里头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就是这样。你说可以证明，当然可以证明。我教你，现在在北大或者随便隔壁这厦大，不知道有没有科学系的，有没有物理系的，那也可以证，也都很容易证明的。那么要买那些玩意儿都很容易。你们照过 X 光对吧 ？X 光就是雷，对不对？而雷是放射性元素，它会随时间而 decay。所以随时间而 decay， 相对的说，我如果算它的能量有多大，我可以反算它时间是多少。这样听懂吗？好，随便了，你假装听懂就可以。那这样这个时候来了，我只要把一个雷，一颗雷哈，一颗雷，这颗雷它的放射性强度是固定的，比如说100，好了，那我把它拨成两半，它们个别都叫100，听懂吗？换句话说，它们的生命时间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我们和尚也可以有智慧的，也可以有科学观念的啊。然后呢，我把它拨成两半，两个时间是一模一样，意味它是双胞胎。然后再来，我拿一个盘子，很大的盘子，大到多大？越大越好，你能大的最大。那当然了，这么大或者再大一倍都可以，看你的实验室怎么做。然后中间做转盘，然后我把一颗放在正中央，我把另外一颗放在最旁边。我让它转，正中央的有没有移动？有没有移动？代表着在地球上的弟弟，懂吗？没移动嘛。那放在最边缘的那个有没有移动？有，我转得越快，它动得越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就转它个三年。如果时间，《金刚经》讲时间无有自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《法华经》上怎么说？《受量品》上怎么说？娑婆世界已经毁灭，我在灵山说法俨然未灭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我替我的弟子久远劫来在娑婆世界，对不对？已经千百亿劫了，但释迦佛怎么才三十？怎么这个讲《法华经》的时候，72岁，怎么才72岁呢？《法华经》上说奇怪啦，父幼子老，怎么会这样？时间颠倒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听到？哈哈！现在用物理学马上可以证明，就是这样。转它三年，照说，如果时间是固定的，像牛顿所说的，时间是 continuum 的，是骗一切处一致的。那么这两个转与不转，它们的放射性强度应该怎么样？一样。对你们，你看你们能读物理系吗？没问题的啦。啊，那。之所以你们不能读，是不是因为你们资质差？是因为没有遇到像我这么好的老师，懂吗？那 OK， 然后再来呢？如果他时间会变，我们按照那个算术式子算，他算下来，他应该要衰变，懂吗？结果一算，100%衰变。也就是说，本来是双胞胎，放在最边缘的那一块，应该跟中央一块一样，结果。你会发现中央这块没动的，所以说啊，要活就得动，你懂吗？没运动就会老得快，果然如此。在中间的这一块没有动哦，它的衰减期更长，
不更快。换句话说，他摔得很摔了，可是在旁边跑的那个呢，还很强，强棍还很强。那个强度的比例恰恰好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，广义相对论所算出来的。我们大三就修这门课了，很棒，完全符合佛法所说。我问你，你我没说，你相信它是真的吗？我没说，你相信它是真的吗？你相信吗？你当然不相信，你觉得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但我说了，这是你经验中的事吗？是吗？肯定不是，因为目前为止人类没办法发展接近 C 接近光速的火箭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最近才有那个什么 Hergin， 英国的 Hergin， 他开始谈这件事，他说是可以做了，做那个时光飞机，不过不要往倒飞，倒飞会很惨，会飞到那个原始国那里去，回不来，因为你飞到那里去已经没有原料了，对不对？飞不回来了啊！遇到都是北京人，你会很惨，是这样子。那些北京人拿着狼牙棒问他说：“有什么胆气？有什么事吗？”又看他白白嫩嫩的，烤起来搞不好很好吃，那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定要飞对位置。他有讲到这件事，这最近英国那位宇宙物理学家，他才松口讲这个话，所以这件事情还在谈的。身为一个和尚，要与时俱进，要懂他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人类的经验算什么，不要那么傲慢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只谈人间佛教，它是人间为基础，我们是人，当然谈人的修持法，总不能叫你飞来飞去的修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要度化外道，他要度化国王，你知道吗？他怎么去的，你知道吧？他说：“哎，今天国王请我们吃饭，好，我们搭动车。”不，不行，会飞的跟我一起去。然后他就用飞的飞进去，那国王一看啊，好高兴哦，那就供养三宝，他就护持三宝皈依了。世尊不是不现神通的，他还是会现的，他是这样现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吗？我们不能，所以世尊最后规定，从今而后不能，我入灭之后不能再随便现神通。何以故？因为神通通外道。再来，万一有阿罗汉现神通，完了，我们这些人都别吃了，因为那些居士哈，马上大小眼，马上去供养那些会飞的阿罗汉，跑光光了，也不会坐在这里，站在这里听我讲，你懂吗？来不及啦，要供养阿罗汉来不及啦，冲去了，你懂吗？搞不好你们也都跑掉了，剩下那个要关门的人留在这里而已，懂吗？所以这样会搞下来啊，出家人呢、啊、就变成分大小，所以世尊不容许他入灭之后再随便现神通度众生，是这个原因的，懂吗？为了避免外道，为了避免众生所学非法。为什么？你不信，你遇见那居士看看好了。当他知道哪个师父有神通，你看他会找师父问佛法吗？不会，他会问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我那个先生在哪里投资，会不会赚钱啊？哎呀，我儿子考的北大，会不会考得上啊？应该做什么功德啊？”他会问那个的，他不会问佛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世尊不容许再用神通，不是说不可以用，是因为众生相实在太难搞啦。你不信问问他们就知道了。今天让他们来就是要做证明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说啊，这不思议法门绝对不能用你人类的想法。来，我再讲一个物理学的，让你知道我是真的物理系有毕业。那个呢，水哈，水啊，看了，哎，从高往低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看过水从低往高流的？有没有？小便，这也乱来，不是？还有人讲出这种话，这你也太有智慧了吧？啊，笑笑就过去了啊！你大概都你的经验当中大概都水往下流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世界不是这样，
你只要在高压当中，在接近绝对零度的-273度之前，比如260几度，然后并且用高压拒绝高压高温，拒绝它什么？拒绝它这个不是高温了，就高压拒绝它，让它结晶，不让它结晶，那就是在极低温的状态，这叫低温物理。在 plasma 的状态，也就是几乎接近电桨的状态之下，你知道水的分子是 H2O， 它是一个三角形，但是它会互相结晶。平常它是结晶的，所谓的能量水啊，你们的居士知道说什么能量水？能量水是说它把它的分子分开，并且它的内在震动，它有震动，它有旋转 spin， 它有内在旋转，所以它有能量。水是有能量的哈。那我再顺便告诉你，你如果喉咙痛的话，光一个水就可以治病了。它也是因为靠它的能量。至于怎么样做呢？现在暂时不说，因为跟本主题无关啊。那好，我们要讲那个水从上往下掉，这样。但是你如果在低温，接近绝对零度，什么叫绝对零度？宇宙之间最低温就是-273度，叫做绝对零度。那你水在那个接近的定状态，并且让它在高压状态不结晶，它会变成液体，它仍然是液体。这个时候你会亲眼看到水往上流。水往上流，抗拒了所谓的地心引力往上流，整杯流光光，会一直冲到上面去，会贴在上面。你的经验中有没有？谁的经验中有？不要再跟我讲小便了啊！谁的经验中有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再次的证明，你的经验不可靠。你的经验如果这么可靠，你不会再来轮回，你会知道。不能投胎哦，不能投胎哦，投胎我会死哦，你会自己知道，你没办法有那个经验，你还是随业转，随业转的凡夫凭什么说一切佛法都是可思可议的？对不对？你太自以为是了，这是谁才会这样？谁才会这样？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有原因的。18世纪到19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纪？对东方来说是一个黑暗的世纪，就西方来说是一个往外讲，人家侵略不好听呢、啊，就是往外探险的世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是有文化的人，当然不随便说人家侵略，懂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哈，那么，那么在这往外探险的状态之下，英国。用一个公司叫东印度公司占领了什么印度，然后他把印度当作继续往亚洲扩张的一个基地。他那个公司是有军队的啊，这英国人啊，他是老奸巨猾，他用公司的名义，那么军队输出不受国际法的限制，是这样，当时是这样，懂吗？那有国际法的问题嘛？你军队输出，那我也要输出啊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什么八国侵占什么，才会上海租界这种问题啊。因为一个租界进来，其他人说，你独占哦，不行，我也要来，是这样子的，懂吗？啊，当时他用公司嘛，那公司你就没法子了，私人产业嘛，你就没辙了，这样懂吗 ？OK， 然后他就进来之后发现了他们是一神教者，一神论者认为神眷顾了他们。讲到一神论就又话多了啦，好，我们不谈，暂且不表西方哲学思想、政治文化、艺术等等，最终都受一神论的影响。啊，这次我在宁波跟一位宁波的一个艺术家，他是中央艺术学院毕业，博士班毕业，他也面临这个问题。那我告诉他。应该从觉性的立场来发展东方特有的文化、特有的艺术，这是连儒家的文化都没有的。儒家只有天人合一文化，是他艺术的最根本，懂吗？没有觉性文化作为根本。那禅宗、天台宗、净土宗等发展出觉性文化的艺术固然也有，但是因为都在佛门里头表现出少分而已，它没有成为主流。那也不成为社会上的一个艺术的论述，艺术性的论述，所以他没有成功。那未来需要靠华人，依着强大的经济力，那么用更深的智慧力跟文化力，
表现出贵高深的艺术内涵，来融化人类的对立。这是菩提心，这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实相的运用。那么我们说回来，说到在印度之所以这样，结果他们是靠着一神论、一神教进来，在他的想法是，整个世界本来就是耶稣基督所创造的，佛不过就是人，懂吗？佛怎么可以是神？那这样的话，这二神这还得了？所以佛法的一切变化都是人类经验社会当中必然的变化而已。因此如果佛说会放光动地，会飞天，会钻地，会有神通妙用，会有三明六通，通通是宗教性为了启发信心的预言，懂吗？不然他怎么可以承认那是真的？如果承认是真的，那他的神要摆到哪里去？这样听懂了没有？所以当时他在印度接触到印度的宗教跟佛教的时候，他当他看到这些，他非得研究佛法不可，因为他知道那很深奥，如果不研究，我无法把一神论灌进来，在你东印度，在印度这个国家。所以他研究佛教，当时通通是传教士，传教士传教士拥有 power， 拥有知识，拥有哲学分析能力，拥有最重要第一线解释宗教的优先权，他才不会让佛教解释的比圣经还要高，你懂吗？当你害怕你的解释，你的产品比人家差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买下他的公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会做生意啦，我还在教你怎么做生意啊。做生意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子。你如果你在这条街卖面包卖得很好，你如果够聪明的话，街头街尾都要开一家分店，让别人进不来，懂吗？我可以开一个佛法企业班，我教他怎么做生意，这就是缘起性。所以他懂得这个道理，他就马上去做第一线的研究。他研究的结果，他当然发现了大乘佛法里头以及声闻法里头三明，声闻法里头没有三明，但是有六通。这个时候他发现不可以这样啊，他也解释不来啊，他觉得只有上帝才有这个能耐啊，分开红海也不过才分开红海，那是不小心地震裂开而已。他也说的这么严重，那咱们分来分去的一大堆，这个达摩一苇渡江，那些天天在发生的事，他不能接受，所以他只能把佛压成人。他把佛法从声闻法变到大乘法，他说那叫做被编出来的，这样懂了吧？所以这样他就有办法压抑了什么佛法的超越性跟超过上帝性。当我去跟我那个双胞胎的牧师弟弟讲说佛法多好多，他都会听哦，他听了他说他也很赞美，他说哇，佛教真是深奥，哎呀，令人感动。我说怎么样，信佛不错吧？不，我真是感动，我们的上帝居然能创造出你们的释迦佛。我晕倒，我那时候才知道说什么叫做种性坚固，你懂吗？难调难服，果然我知道了，这样了解了吧？所以西方是这样子夹杂的，他的经济力跟他的宗教最前沿的解释力，建构了一套所谓的什么宗教学术研究方法。他就不研究上帝哦，他只研究一切世间的宗教，尤其是佛教。他用所谓的科学学术立场来研究，因此锁定了一切非人类经验的通通是预言，通通是宗教假设。他先建立这样，然后骗一切处的在大学里头开课，让所有人误以为大乘佛法是后来人编出来的，首当其冲的是日本人，那些可怜的日本，然后又传到中国来。当时的中国是民国，你们讲的民国那个时候失去民族自信心，有一堆人跑去日本学，包括弘一大师不也是去日本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学习？现在也很多人到日本去学啊，对不对？学回来了之后，清楚的清楚，不清楚的最严重。他不一定到日本学，他看日本写的书，他都会想成这样。所以人间佛教蕴含了这样子的漩涡在里头，蕴含了这样子的黑洞在里头。
那是西方200多年前就已经安下来的根本立论。出家人如果去读研究所，世俗人的研究所，一不小心就落入那个潮臼里头去，看起来在讲佛法，心已经无法信大乘法了。相不相信？我没有否定智慧，我也没有否定佛教的学术研究，但绝对不能够用人类自己定的那种可思议的标准来研究所谓的佛学，那这样不可以。所以啊，当时汤用彤认识吧？住在你们隔壁而已是吧？汤用彤哈，民国初年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佛学历史学家，他就说到。研究宗教，他不敢说佛学，其实他讲的是佛学。他说，研究宗教的历史，如果你不具有对那个宗教的情操跟基本的同情，你是无法研究的。他讲同情是不得已啊，在学术界只好这样讲。但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用你人的立场，你自己建构一套自己绑自己的标准，然后美其名叫做学术。学术改来改去，我告诉你。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多少的出家人，因为他没读太多书，一听到学术，哦，万般皆下品，要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嘛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什么读书人嘛。身为出家人，也是落到那个潮臼去耶。哎呀，好像不去那个民国民大学去读一个博士，好像就是矮人一截。印那个名片也要印一个我是某某博士法师，干多爱安呢？有需要这样吗？当然我不是说拿博士不好哈，我不是意思，我是说你的本在哪里？你是拿哪个标准去研究佛法？是解脱，是不思议。一佛称不可思议，中道实相，这是中国长期以来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变过，而且只可以直承释迦佛的大乘佛法修行风光。你不要把它忘记了，你任何时间都可以继承，当下一念心即入诸佛位。梵文经不是这样讲吗？只怕行人不承担啊。哎呀，觉得如何？有没有感觉通体舒畅？刚刚我们法源副院长有跟我讲说啊，这个目前我们在大陆地区有所谓的重点佛学院哦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加入，要像我们这样子，直承世尊，懂吗？愿者上钩，不要挂那些美名，懂吗？这就是自信，这就是养成三宝，这就是出家人的道格。这也是唯一佛称才有的啊！你即是如如佛。不过，但这不是叫你骄傲哦，哦，也不是叫你发狂啊，哦，不是这样。他更加的谦卑，但更加的笃定，更加的不悔，更加的勇悍，往前去。这就是《法华经》所告诉我们的中道实相。《法华经》还说。你哪怕只是诵法华经一语都不懂，你要知道仍然是修法华三昧。法华三昧不一定要在禅堂里，修一切苦恨无如诵经，就最大苦恨，苦恨消业，转性，转你的那个凡夫性，消你的无明。他说是怎么修的？就是诵经。天台智者大师说，若人拜忏后应当入止观堂禅观一心三观，若人初学不能久习禅观，但诵经。他就讲了这样子，但诵经，诵什么经？当然
不是诵那个八大人觉经，也不是诵心经，你不要打混哈、啊。当然是诵法华经啊。如果诵法华经还觉得太长，啊，我建议诸位诵四要品，法华四要品知道吗？法华四要品，啊，常住不晓得有没有？我们有印一个是元朝申浩大师金泥手写本的法华经跟法华四要品，不过都送光了啦，是跟台北的故宫要出来的，光那个版权费哈、哦，光那个版权费哦，他给我拿100万，哦，我告靠行，有够狠，是这样，但是还是给，但给了实在不太爽，是这样子，那但是呢，我当时就印啊，所以后来就转个弯了，把它抽印四要品，四要品哪四要？第一，第二方便品，第14安乐恒品，第16受量品，第25普贤普门品，这是四要品，要记得哈、哦。你们在家居士可以每一天送一次四要品，我们出家人也可以。那哪个也可以一天送一卷法华经？送法华经是苦恨，何以故？因为它显露你的本来自性，它发展你对于你本具佛性的信心。然而你一向不是的，你本具无明，你懂吗？你好要贪染，你习于躁动，但是佛性是不动的，佛性是光明的，佛性是不贪的，佛性是无我的。你正在诵的时候，它跟你的无明性相违嘛，懂吗？所以它会苦恨，它会难以诵。那越难诵，表示你越用功。有人呐、啊，我初期我带我学生拜佛啊。拜法华忏也不好，乃至拜88佛忏，他可以拜一次忏法当中用爬的，在忏堂里头用爬的，像狗一样用爬的，就像痛苦痛苦抓狂抓狂这样，他可以这样。那我就让他爬，我让他爬，爬完了他，我说好了没有？好了。他的名字就叫法华，很有意思啊，他的名字叫法华，是这样。那我早期的一个学生。现在正在我那个千华寺那里修法华经，因为名字叫法华，人家就定他，你叫法华怎么不拜法华经呢？他就真的去拜了，是这样。他早期跟我一起在道场上修的时候呢，我带他拜了，他拜到用爬的，我可以亲眼看到一个人发业障可以这样发法，只是拜佛他们拜几拜耶，就这样他就开始用爬的。但是你知道他，你看着，那你也不去赞美他，也不去呵斥他，你让他爬完了心累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当作没事。当然我有我的方法，你带他之后他恢复过来，他现在出家已经也17、18年了，很不错，是这样。你看看宵夜，所以诸位，这就是中国修行直传佛法，相信我。你说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？对呀、无始的业障，一句佛号就让你往生，是不是也很简单呢？那多少人成就？不多嘛。不要因为它看起来简单，你不想修。不思议的法门，不关乎你人类分别思维当中的简单或不简单，懂吗？那不是你思议的嘛，这才叫做大乘实相法嘛。来，我再做个比喻啊，这里好多个门，那么那个是纱门，这个是木门，这个是铁门，安全门，这里起火了，你觉得呢？要往哪个门出去？那个是纱门，那个是木门锁死了，那个是安全门还要密码。那现在这里起火了，你要从哪个门出去？不，怎么可以从纱门？太不庄严了，那么简单的门就出去，这样出去活的也没意思。应该从这个保险门慢慢开，烧得浑身乌漆八黑才爬出去。啊，所以你是不是很多人真的很蠢？他说：“哎呀，净土法门那么简单，不要修了，要修禅宗才好。这不是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吗？这是三界火宅，它那么简单，还能让你了生脱死，恰恰好证明它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居然有人说它好简单哦，它是法门吗？那你无非是这里起火了，你走到门口说：这里是出去的地方吗？怎么这么简单？”你不是很蠢蛋吗？头脑清楚，不思议法门有种种善巧方便，听懂没有？好，时间到了，我简单已经做完结论了啦。总而言之，大
正以《法华经》做代表的修行法门，是甚深不思议的信心跟直仰佛法，直成善宝，直成世尊。他的修行其实雅俗共赏，生俗同修，而且久修远修，当下都能入。法华三昧忏、诵法华经、拜法华忏都可以，拜法华经都可以，懂吗？看起来简单，其实直接获益。相信我，古来祖师、慧师大师在总监诵法华经，诵到普贤菩萨摩顶，他开悟，只有一个法。他甚至于没有禅师指导他，他只在总监，总监懂吗？坟墓堆里自己送而已。你说啊，他是过来人呐、啊，才那么厉害、哦。我们不是也过来人吗？我们轮回好久了，不是吗？啊，对不对？每个都嘛是过来人，大家都在来轮回的，是吧？所以，直承他真的不思议，送了就知道。不要说什么什么不净观呐、啊，什么你一送法华经，一切的心不净就起来了。你不用修不净，你心就静下来。如果没有，相信我，那是你在消业，继续诵，懂吗？我最终要教你们是修行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了，很高兴跟大家有很好的互动啊，该笑的你都有笑。好，来啊，我们就讲到这，我回向一下啊，来大家合掌，先发菩提心愿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；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；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。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三归一啊，志归一佛，志归一佛；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；体解大道，体解大道；发无上心，发无上心；志归一法，志归一法；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；深入经藏，深入经藏；智慧如海，智慧如海；志归一生，志归一生；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；同理大众，同理大众；一切无碍，一切无碍；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。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来，摄心专注念三声：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。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，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。观音的慈悲普门品开课通启，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，共8堂课，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，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。因缘难得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。地址：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。报名电话：02-2631-0619。02-2631-0619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陈真护生园义工，工作时间每月第4个星期日，工作内容除草、打扫环境，洽询电话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，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。洽询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衣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
从天人到地狱的六道众生如何延续生命的轮回，在《长阿含经》中，佛告比丘：一切众生以四时存。佛陀看到四时如何造就众生，一世又一世，生生死死的流转。一断食，种种美味饮食，因从鼻嗅香，口肠胃，口鼻分断而食，所以称为断食。也有一说是由于分餐饮食而称为断食。断食主要是长养色身。二触食，追求感官与外境接触的满足，如看好的景，听好的声音，尝美食。三视食，六是大口吞食，六根上色身香味等佳肴，且在存于意识中继续无止境的生死苦。四思食，在思想上生出种种满足感官与生存的渴求，无止境的贪求四食会带来诸多烦恼，甚至养成身体和心灵上的诸多疾病。更严重的是，为了追求四食满足而造作恶业，饱受苦果。除了适量的饮食之外，断烦恼的法食所带来心灵的饱满和光明，更是健康的生命所不可或缺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